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信网收市汇报。港股今日表现反复靠稳，但强势股就出现显著回吐。恒指今朝高开35点，之后表现向好。人民银行重新启动逆回购操作，带动恒指最多升咗172点，见过22,979点嘅全日最高位。不过之后内地股市由升转跌，拖累恒指曾经倒跌几十点。午后可以到升翻，收市升39点，报22,846点，成交回升翻去596亿几。我哋睇睇焦点板块今日嘅收市表现。今个星期市场都关注人行会唔会放水，令到市场资金冇咁紧绝。结果人行今日终于重新启动逆回购操作，带动内银股表现向好。从农行头9个月赚多咗14%，股价今日升超过4%。收市报3.92，农行咧亦都升咗超过3%，收市报3.59。工行同埋中行美市升幅扩大，收市升超过2%。不过强势板块咧今日就出现咗获利回吐，先讲讲科网同埋软件股。腾讯今日最低见过410.8元，收市跌幅收窄，跌咗超过3%，报418.4元，系今日跌幅最大嘅蓝筹。金山软件今日跌幅亦都好显著，跌咗10%。网龙亦都跌超过7%。另一个强势板块赌业股今日亦都出现回吐。发巴今日发表报告话，赌业股9月至到依家已经累升咗30%，短期股价或者会比较波动。永利澳门今日跌近4%，银娱同埋金沙就跌超过3%，系跌幅第二同埋第三大嘅蓝筹。我哋睇睇焦点股份今日嘅收市表现。安徽海螺第三季的純利按年升超過1倍，瑞信上調了安徽海螺的目標價，股份今日升了近4%，收市報26.5元。明日工行、中行、農行、交行和民生銀行都會公布業績。外圍方面，美國今晚會公布10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，大家要留意。多謝收看信網收市匯報，我們明日再和大家見面。